我大四这一年啊，开始在这个冰店打工，然后因为会看到很多多不同的人，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。那有一天有一个来学中文的日本女孩来到我们店里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。简单的说，你就是被她电到了。看她多害羞，她多害羞了。陈子健，哎果然是高手，要爵士吉他，大家们。我还没介绍他，导线掉了，场务导线被他拉起来了。这位是地科九三级的黄一展，这位办公室物理九二级的张汉义，他毕业了，即将毕业，他已经考上我们学校的研究所了。果然厉害，那把爵士吉他也厉害，金三手，第三手，他不是爵士的、哦。没那么厉害，但是湖人队比较厉害。哦耶！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带来这首《辛巴停电日记》。加油！好，谢谢。那这首歌会创作的原因，刚刚已经讲过了嘛？对，然后是为了一个店里的客人写的。那不过，其实今天呢、比较重要的是想要唱给一个人听的，不过他应该没有在现场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创作第一组《辛巴停电日记》，谢谢。
就看过这个主持人在班长前紧张的心情，就是他今天刚好在转席，所以讲话都比较尴尬。我饮料没带，我也很冷。我现在要讲的是个人组的，那30%。我觉得因为是角色的关系，所以像大家学员都有大量的阶段。那我自己看有一些感想，但是我现在写的这些，就是我刚刚做的一些笔记，跟我们的名次几乎就是完全没有关系了。我自己的感觉哈，那我觉得第一，他的意思是，当他那个角色，他会其实第一号那个女孩子没有犯证，我觉得她也应该鼓励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她蛮厉害，从头到尾她的脾气没有。几乎是没有跑得很厉害，但是他没有伴奏，可以值得鼓励。然后4号和5号，我觉得这两个他们声音，我你在这边吗？对 ，OK。你的歌的那个，我是比较主观的，那如果讲的要跟他接，那个 range 会比较大，比如说低音很低。然后高音很高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是有兴趣要往创作这条路发展的话，就是希望去，就这首歌比较适合你唱，但是如果是给别的歌手唱，可能就会不太适合。那如果说想要发表，就没有那么容易。所以如果说要写歌，你可以参考，比如说你要写给这位歌手，你就看他的音最高到最低，或者是他最好听的那个频率在哪边，音高在哪边。就一直去写那个频率的地方。好，如果说为了要好听，然后让整个歌的高音太高，低音太低，这样就只能适合你的唱，然后其他的唱法就比较不合适，这样。然后第二个是创作组第3名，你看我紧张的都不知道怎么。第3名，第3组，音乐系960，杨淑敏，一个人的圣诞节。好，还多疑问。音乐系960，多 question。请做惊讶的表情啊！再来，好，再来。还要帮吗？我看到一组很兴奋。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边。啊！不用了。最佳伴奏者。对。啊，不要老师的。好。创作组第一名。第一组，一颗是930，黄奕仔。胖虎又来了。而且他眼睛有睁开了，他肚子有收哦。收不起来。好，等一下还有一个奖杯。对啊，那这个你要不要电话？要。然
他蛮可爱的，胖胖的，胖虎，留给你吗？镁光灯四射哦，好，来，可以讲话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可是我们会消音的、哦、请尽快。哎，我要谢谢我的伴奏张涵怡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在我心里真是最佳伴奏，谢谢。因为这首歌也是我们两个一起讨论出来的，然后还有谢谢昨天借我录音笔的我寝室的同学，还有谢谢帮我录前面那个口白的淑美，她也是我的好朋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你们谢谢我，不要你感谢，我不要你谢。再来最佳伴奏，最佳伴奏。